云林县太平乡人工溪台湾咸菜的故乡，也向天山奇石溪客家视察文化传下落叶。在合肥被判理客家文化发展示范计划当中，委托的云林科技大学为太平乡作为客家职业调查计划执行的第一年，今年也发表成果。开口时有喊做客家时，在太平乡三吉沙区主要的民宿二村，大概总会方在过节的时节，村民就会让开口时来庆祝。跟金丝菜绝对无同的啦，啊，所以讲咱的龟嘴啊菜就较像咱的客家文化，所以讲因这即马出离各村头的龟嘴啊菜嘛愈来愈少啊。县市头占80%了，听前辈讲的是为大陆吼啊祖先。来遮两三户，怎啊摊开？伊后尾照讲起来，阮的族谱吼，用起是客人啦。云林科技大学替太平乡进行客家文化资源的调查，对乡民的文化、产业也着方面来请太平乡客人去对内落叶调查。2021年23期盼成果发表。顶坪都是一个很小的聚落，它是三结村的1到30里，所以这个聚落。几乎80%以上都姓徐，那他们的祖籍是正平，所以他们是属于四线客。可能日本时代初期的时候，这里的客家语言就已经消失了。按用个四班的计划，明年哦，可能哦，先做一个检讨哦。当然希望持续来进行哦，客家文化相关的计划，跟在台湾各地的。福禄化的客家人都了解自家的文化身份。舅舅重阳爷爷三吉村慈母的公堂每盼里的重阳见阿公婆的仪式，虽然冬天做的公堂不多合法的，不过居民还是有客家意识，从事祖先的客家的念头。客家新闻李新龙，云林报道。